就是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很困惑，就是如果你决定要做这一行，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远远比只做音乐要多很多。会困惑过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一行，就是这样。好热闹啊！我老了可能也就这样了，等我年纪再大点，就来公园里面加入到这个重奏队伍里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公园里面又是吹奏乐器，然后还有人唱歌。我每次看到这种路过的时候，突然唱起歌，然后呢就很开心的那样，就觉得我也就会特别开心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做这一行，感觉就是重新有了动力，对。